我天嘞，好大一串海虹啊，长大了，朋友们，看，全都长大了。哎呀，这么一大串儿，哎呦，这一串是最基啊，最少30多斤得，最少，特别沉，哎，拿不过来呀，这刚下来呀，来来来，抓紧放桶里，来来来，这刚来就爆桶了，直接啊，刚一来就爆桶了，我天了，装不下了，直接，回家吧，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看，全是活的，都是活的海龙，特别鲜。这个东西放在清水里边，就那样简单一煮就行了，特别好吃。进去，进去。满了，刚来这就满了，这合适吗？好大这一串儿。这个地方一看海鸥就来过，你看这个爪子，好像没给它抓走啊，壳太硬了，连海鸥都嫌弃。哎呀，这可怜的花旦蟹。这个地方这也是，哎，这地方是什么？抓走了这个，这个没跑了，被抓走了，啊。来晚了一步，你这要再是个花旦蟹，我就摔铲子走人了，我就，这家伙最能打动了，不知道的根本就看不到，你看满身的沙子，洗下看看啊，来来来，还行，迷你八爪鱼。可以了啊，这个头，哎呦哎呦，嘿嘿，哎呀，沙翁鱼，哎呀哎呦，哎呀，坏了，在这里在这里，哎呀哎呀，抓住了啊，这个东西就得锁喉啊，不锁喉不行啊，看看这个鱼，又叫凤尾鱼，真漂亮，我天嘞，这个尾巴。使劲锁住了啊，嘿嘿，喉咙都让我给掐红了，哎呀哎呀，救了，哎呀，连沙子一起抓起来啊，要不然这个鱼身上这个粘液太多了，容易滑掉。看这个尾巴像不像凤尾，这边还金光闪闪的，看这海星爬的，嘿嘿，在这里，这个烧着啊，还行，晒干了，这个东西挺好看的，很多朋友们想要，最近找不到呀。你看这海鸥走过的地方肯定有货，来果包了，看，嘿，哎，既然占用，咱们就拿着吧，咱们的腿也是肉了，我这也没办法了。赶海赶3个小时啊，净是花旦蟹，啥也没。这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哈，哎呀，终于来个大货，大毛哈子，毛哥，缠断了刚才，我听到嘎吱一声嘛，这个得要着啊，有没有别的了？过年没带个小女朋友吗？哎，回家了，涨潮了，我去，手冻紫了都，成这样了，看，现在不要来赶海了，真的，太冷了，已经木了，这灰都弄不去了，走了。